Hello， 大家好，不好意思哦，刚刚那个不明原因哦断线了哈，所以我们又再重开一次了哈，不好意思，不是故意的了哈。刚刚那一次连接哦大飞机的时候没有连接上了哈。所以我们只好齁再重开一次啊齁。现在看一下那个上面的齁。那个六阶的那个工作平台齁。吊装的状况如何齁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待会我们再回去齁。等这个人员到齐啊齁，等刚刚那个困在里面的那些观众朋友齁都出来之后，我们再来齁再下去再讲解一次齁。刚刚我讲半天我才发现原来我已经断线了齁。后来我再齁紧急的重开一次直播啦齁。再赶快把它接回现场齁。那最重要的部分没有讲到，我自己也心有所不甘的哈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，六阶的这个工作平台的吊装哈。哦，这个已经大概哦，你看它这个吊装这个工作平台就可以顺便发现哈，它这个主桥塔上面的它外形是。不是直筒的齁，它是外形是有棱有角，而且是非常多个角齁，这个角齁非常多面齁，所以那个日本技师会说这个不好做的原因就是这样齁。那还好这个部分它没有变形的齁，不是没有变形，就是它除了外形以外齁，它没有再加外加变大变小齁。这个地方是固定模组，但是它的那个哦模板是有凹凸哈、哦，不一样的哈、哦。它这个主桥塔是有形状的哈、哦，就是有点类似两只手合在一起的哈、哦。它的这个淡江大桥的这个主桥塔的主吊哈、哦、是哦，好像是叫静谧的舞者哈、哦。然后它是两只手伸起来，然后两个手掌合在一起齁、哦。然后它的两只手再到那个顶端的手掌的地方齁、哦、它会是两只手靠在一起，所以它这个做这个外形是有一点像是两只手合在一起的感觉。所以它中间是凹下去齁、哦、因为它是两只手靠在一起。那不全然齁、哦、就是人的手啦齁、哦、就是他有那个意象在齁、哦。好，已经有65个人齁、哦、脱困了齁、哦、来到另外这个聊天室之后齁、哦、我们赶快齁、哦、再回到我们刚刚要讲，我刚刚讲半天我才发现原来我断线齁、哦、我断线我不知道齁、哦。后来我才重开，另外再重开一个齁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绕到另外一边来看齁。那我刚刚有一直在讲，就是说跟我们其实这个我们都讲过很多遍齁，它这个桥板齁箱梁齁吊上来的时候是平的，对不对齁。那它跟这个原来已经挂在上面的这个桥板齁、哦、会有一些差异，就是说右侧，现在右侧那个是已经做好的那个桥板已经固定在上面的齁、哦、用钢索悬吊，然后左侧是刚吊上来的这个桥板齁、哦、这个桥板齁、哦、它是平面的吊上去齁、哦、直上直下的齁、哦、所以它吊上来的时候，它跟这个已经做好一段时间的这个桥板是有差距，它的差距在于说桥板、哦、连接过来的时候它是斜的、哦、
它那个这个桥板是斜的，哦，我们这样看应该就很清楚哦，这个桥板是斜的哦，所以你这个吊上来的这个结块，哦，是平面的，对不对？它利用哦这个传统土法炼钢的方式哦。哦，在两边利用这个连接铁块哈，先焊接在上面，然后它这个连接铁块上面都有洞哈，然后它就拿铰链哦去做拉，哦，用铰链去拉，让它靠过来，然后翘上来这样，哦，然后等它确定位置 OK 了哈，没有问题了，它才会开始焊接这样。哦，就是先用连接铁块，哦，先拉起来，接起来之后，哈，确定它的位置无误之后，哈，它才会先，哈，利用这个连接铁块来做焊接，哦，那个现在在上面那个是校正用的连接铁块，哈，那个上面都有洞，有没有？哈，就是让它方便用那个铰链来拉伸的时候，哈。他要瞧他的位置的时候，他才有办法哈、哦，勾住那个铰链的两边了哈、哦，然后再用那个去拉，哦，我们看一下，看能不能看到他那个已经焊接好的哈、哦，然后带上铰链的那个哦部分，看看有没有看到哈、哦。那之前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，也有拍过那个铰链哦，准备在那边的画面了哈、哦。那看看今天还有没有办法看到哦？那为什么每一次都要讲这個？因为有很多朋友哈哦来了，就是这个哈，有看到哈。因为我们很多新朋友后来才加入我们阵容哈，所以他不知道这个在做什么哈。啊，我们就利用这个实际的这个哈，告诉他这个一个洞一个洞的连接铁块。焊接在两边之后，他拿这个铰链来拉，当然不是一条，就光一条，哦，不够力啊，哦，所以他这个连接铁块又会有非常多哈、哦，然后分散在这个哦钢结块的两侧，哦，然后之后再一块一块哈、哦、去矫正它的位置去拉，哦，利用这个方式哈。哦那因为它这个钢结块多多少少哈、哦，会有一些差别的哈、哦，哦，差异误差不大，但是它这个吊上来的时候哈、哦，因为它这个机器本身没有办法调整它的斜度嘛，哦，这个就是一个钢索加这个挂座而已哈、哦，除非它有拉两条线，它才有办法去调整这个。钢结块上来之后的那个哈、哦、角度，但是即便它可以调整它的斜度哈、哦，它靠过去的时候，它还是需要靠这个铰链哈、哦，实际上去拉扯哈、哦，做校正的动作，它才会准。哦，然后经过铰链拉扯，拉靠近过去之后，它才会再利用那个哈、哦、连接铁块哈、哦，就是没有动的那一种，再去把它两块。定位之后就把它焊接起来，这样，哦，那先焊接完之后才会开始，哦，整个定位完成之后，它才会开始做焊接的动作，哦，所以你说今天这一块吊完，明天要再吊巴黎那一块，哈、哦，几率不高了，为什么？第一个，他人手没有那么多嘛，哦，他现在就是在用铰链在拉，把它拉过去，有没有？他在。矫正它的那个斜度哈、哦，要把它拉到刚刚好。RHAO 鸟，葛迪豪国际大桥，桥塔拉斜索是用电梯工作平台直接移动到作业高度，两人作业。哦、那他的那个
那个机器比较先进，哦，那你可想而知啊，那个这么先进的机器应该相当贵哈。那我相信应该未来的日子哈，台湾有可能会引进那个有可能的哈。但是以目前来讲，因为台湾哈没有经常在做这种这么巨大的桥斜拉船哦。斜拉索的这种，哦，这种桥梁哈，没有那么多几率，所以你进那个机器进来哈，除非你要一直在国外外包，哦，标到国外的工作，不然你那个机器买进来做一次就没有用，哦，这种东西就是思维考虑的问题，你有没有必要需要这个工具？如果那个工具非常贵。那你买进来只用一次之后要这个东西要拿去哪里不知道，哦，因为台湾不像别的国家，哦，有很多土地有很多桥梁要做，哦，所以他就是用这个方法把它处理掉，现在的，哦，要面对的把它处理掉，这样就好了，哦，就像说我记得那个台湾雪穗，哦，在拉的时候有没有，哦，雪穗在做的时候也是引进那个德国最先进的那个，哦，隧道机嘛，哦，那隧道机一刚开始，哦，发挥的并不是太好，因为他没有想到说，哦，台湾那个雪山这么坚硬，哦，然后好像挖坏好几台，哦，到后来干脆就直接最后打通那个雪穗是用钻炸工法，哦，也是最土法炼钢的一个做隧道的一个方法。那为什么后来他会这样做？因为你这个台湾没有那么多这种，哦，隧道可以做，哦，大型的隧道可以做，哦，即便台湾是有不少隧道，但是不是每一条隧道都是用那个隧道机去挖，哦，而且如果你遇到像雪穗那一种，哦，里面又夹杂很多碎石块，然后坚硬的那个程度不一样，然后，哦，把那个隧道机挖坏了，哦，那你进那个东西进来，哦，它其实做雪穗的时候大家就已经有一个认知，哦，用那个隧道机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啊。虽然一刚开始会认为说那个隧道机会很快可以完工，有没有，可是出乎意料之外，隧道机卡在那个雪穗里面才挖好像三分之一而已嘛，就已经动弹不得了，最后是用最传统的钻炸工法才把那个整个雪穗打通了。这个是我看那个外国人拍的地理杂志拍的那个纪录片，哦，这个不是我随便乱讲的，哦，这是真的，哦，不相信你可以去那个 YouTube 翻看看，哦，雪穗的那个，哦，那个工程记录啊，哦，你就会知道，哦，我讲的都是根据那个影片里面我看到的，哦，跟大家报告的，哦，所以像这种机器，哦，我相信有那种很好的机器一次到位，哦，但是问题是你这个机器用完之后又要拿去哪里，哦，才有再有机会要做一样的桥梁，有没有，哦，不知道啊，哦，所以我相信我这样讲应该大家就很清楚了，哦，就像说你家开工厂，你要做引进一台很厉害很贵的机器，但是这个机器只用一次的话，你会不会考虑，哦，进这个机器进来用？当然，哦，是打一个大叉嘛，因为你用一次而已啊，花那么多钱，你，哦，CP 值不高啊，哦，如果你以后就会一直在包这个，哦，大桥的工程，而且都是同类型的，哦，而且你会经常用到，哦，那买那个进来绝对，哦，会合啦，哦，啊你来用一遍而已，啊，开那么多钱没合，哦，所以我相信这个应该，不过这是我自己齁想的啦齁，并不代表是工程单位的那个
哦，讲半天哈，只是发表路人甲的意见而已哈，没有别的意思啊哈，不是说我们没有钱可以买那个机器，是划不划算啊，就是这样。Frank Chen 要站在我旁边看我直播，真不敢。你在哪里？搞半天，原来有人在我旁边的哈。刚刚没有蚊子啊，现在才有蚊子，而且你还知道蚊子很多，会不会是蚊子是你放出来的？开玩笑哈，没事啦哈，不是啦。OK 了哈，今天这个直播就先到这边了哈。感谢大家了哈，跟我们在这边守也守半天了哈，也没有一大早来开始到现在也七八个小时了呢。哦，大家辛苦了哈，看到这些画面我觉得相当值得了哈。待会收一收再来去跟那个哦钟哥聊天一下。哦 ，Frank Chen 很厉害呢，他一说，我马上被蚊子叮到，哦，但是我也不能怪他哦，没有证据说蚊子是他养的，哈哈哈哈哈哈。OK， 谢谢大家哈，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